南部三间大间妈祖庙的妈祖，包括金龙妈祖、新港妈祖、甲中华妈哈。啊，目前咱要来访问的是中华南部庙，他一定好来入庙来参拜哈。
邱华南来邀金义成青年会来开仪啊，来拜别哈。啊，咱邱华南来邀邱华妈祖，有一个特色，伊头皮非常的长哈，非常的长。啊，过去有宣传说是邱华南来邀十个会员来对教会妈会。会体爱去本港进行的时候，因为人数非常多，人数非常多吼，所以伊个头皮会用非常长的钉啊啊来做头皮。伫咧挥舞的过程当中，也可以作为队伍前进的指挥标的哈。啊，来来，感谢咱中华南台湾基层青年会。啊，来邀功陈其明总干事啊，请到庙前哈。来，再感谢中华代表，来青年会来各位义工先进哈，感谢啊，来替妈祖大神啊，抛旗谢天哈，来给妈祖大神来引导。
一块砖头会来甲妈祖求这个姻缘，有这个姻缘。好，来再高一点的掌声，感谢咱中华南边的咱中华妈祖大姐，地面家务干哈，地面家务干。而且，双山国小五水用水学班这里的人，请让出一个空间，让出一个空间哈。九万八大姐又干净人家哈，阿宝阿妹阿宝姐，阿宝姐，九万。十四团其实过去是皇帝赐封啊，有封官职的神明驾前的仪仗哈，仪仗啊，仪是仪式的仪，仗是这个仗头的仗哈，这是过去官方祀典的神明特驾前特殊的一个行列哈。啊，你的仪仗队后面是扫脚队，扫脚队啊，扫脚队呢，是咱中华人民的。义工妈妈跟义工大哥啦，来点个掌声，来跟我起来，来跟我来一个。Thank you.
南点歌，还有新转来电，还有大姐弄，还有新转，新转，小弟来告诉我刚刚在耍，他一个人新转，他新转也不有钱呀，对呀，非常亏心。啊，互相有右脚斜线，右脚斜线，象征为妈祖啊，到点之前高大神，青春的干净，青春的记录，我妈祖的圣诞啊，能够自由化。准备啊，准备开酒杯。转转，又是转到另外的对角线，再转对角的斜线哈，这很成功的，对不对？推细门哈，推细门啊，比这个妈祖的银的仓内啊，是跟主打的收藏，来比开出一个四方的空间啊，来为妈祖助驾啊，有一个清净的区域哈。轻轻来为中华南洋宫，中华妈祖圣庙来呼召啊！啊，我们今日来中华南洋宫天上圣庙来举杯茶杯哈，举杯茶杯。是农历两百九分啊，跟前拜月也好，两百九分啊，他最好来表现，来用修三组标，天守限定来场内，修三组标，大家欢迎指定，再一个感谢，中华南洋标，各界工作团队，义工朋友，青年会，中文团，少年团。各位弟兄朋友，今天来参展上山祖庙225周年的特色卡，我们在把我们中国礼佛拜完庙之后，会回头到妈祖的教堂向妈祖致敬，来致敬妈祖，啊，一个祭拜庙神，然后我们庙神啊，正式的大祭拜，走向神庙的祭拜哈。你是动物来讲，你是动物来讲的哈。
八字形的这个特殊的教会哈，来我们三十三十二宫庙前，向三山十二宫庙偏向圣母，来施礼。那你们前站门口来哈，来这里，求三主公大驾，给我们平安啊！大家各位朋友，限量，哎，我们赶来举标哈，举标。 我们在南，保护区，南方的旗帜，民间的拿着标，南方拿着标，南中的水果粉，南中的人，春夏南方的标，天上上。